伊拢讲出来啊，那小王帅伊，伊差一个爱我的命，不过后来伊不忍心，毕竟伊差用我30年。 为了这30年白贼话，小王君，你干嘛付出偌大的代价？这摆只能变个安尼啊！我是生，是死，已经无重要啊，已经拢无重要啊！ 这个暗坎规则，你也未必总是不要扛。小红军总算是没弄在，伊白登家的这么恶，这么傲慢，尤其迄种顺我者、性格我者某个性，对付我是绝对的，嘛一定会对付金那个韩翔，甚至连赖天，嘛一定危险。小红帅放过韩生，是因为带领这么侪人白阿囝之前，向过对红山的，伊即个绝对袂放红山煞。 既然小红军怎啊是要弄怎啊，我小心袂话久，一定要找伊算账。敢唔可无得甲你斗相共啊？你家己好好保重。洪山，你是咧创啥？你今仔就是小红军夜放韩星煞线嘛？ 伊即马是毋敢我头浪昏昏，所以才不敌韩星性命。一旦互伊想着，随时会对付韩星。韩星即马做事怎样对我打击，真侪代志无法度应付，我必须要保护伊，我要先将伊藏起来。啊，我偏偏将人们变成这样严重，只好承担伊度过这个危险期，我才将伊两个，啊，佮因的查某囝送出股票这个风头。总讲一句，我明白我的后生佮我的新妇，佮我的查某孙，受了一点点的伤害。你讲了无毋对，先撇开消防栓才佮讲。 不如咱就全部的人拢去国外撇风头啊！到时再讲。是安怎？你是毋肯走，还是毋甘走？是为着邱进南对无？你是毋是惊消防栓对付邱进南的时阵，你无法度甲斗相共？即摆先莫讲遮，医生去找一条轮椅来，我先甲汉兴安搭好势，我有真侪重要代志要做。 紧嘞，动作较紧，无时间啦。妈，有你要三百万钱。 个爱情，搞一车药，阮一个死口，早就想你啦。阮是一个花啊，啊若是你嘞，你什么拢无，你什么拢不是。一家四口，一家四口，苦尽啦。 真敖，你真敖，你创治我30年，你这个查某，你真敖，你让我日子吃歹过，我嘛要让你比死更加艰苦。啊！你闪啦，给，注意把我的话传出去。 一定爱甲柯金南甲叶克兄弟蒙山拢甲扯出来，总裁，暗警去。是。计四口，柯金南，你再等你看，看恁。 四口甲路尾有啥物下场？而且目睭。
电大蕊金金等咧看。多谢你。洪三，你看你啦，今日卖饮遐济，来，我扶你，坐你哦，来。林鸿山的，开车吗？林酒，林酒卖开车，但是我无醉啦。走，走。米奇莎，小红龟，真正要掠三股呢。啊，三股，敢写袂过？鸿山叶料无唔对，这小红帅，伊真是动手，伊一届绝对袂放鸿山耍。希望鸿山叶当好我骗红头，卖阁甲另外一个人有接触。对啦，三条。嗯。这消防署也是起笑起来，我嘛唔知会做啥物代志。这几天你要好好保护林董，会知影无？是。米奇莎，你给我忍受一下啦。爱田的病情也是无加较好，即马小红军四个要找我，看起来我无多送伊去予医生看。哇，你爱加食一寡，你安尼哦，白大汉呢，爱恁奶奶，安尼才会大汉哦。对，爱恁奶奶啊，安尼常出来散步吼，身体唔才会好。哎，你是啊散步，啊唔是啊散步，啊晒日头晒到拢要金毛狮王，你拢无看到？哈哈哈！哎，我现在就是讲，哦，过哦，你看新罗烟头，小帅哥呢，别孙阿东阿哩，有时间我无。我阿公哦，伫咧俄罗斯哦，俄罗斯烟头欢喜包，真的帅帅帅，帅呆了！吼、哦，你看陪我的骨溜啊骨溜，迄包阿要甲顶哦，拢徛袂掉呢。等你。啊！你想哪啦？哥，你叫阿妈，你叫阿妈呢？我一帮阿你记下，哥，你可以叫阿妈。哎，嘿吼，那是真正红姨啊！这几个月啊，哪会晓叫阿妈啦？那真正遐厉害哦，都入去金氏世界纪录啊！迄个叫五阿的尔啦。哦。妈，我嘛常常安尼感觉呢。刚才我有听到孤儿在叫我妈妈哦，唔知影什么时阵伊才会晓讲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咱两个即马赶快咯？嗯，赶快丢搞啦！叫妈妈叫阿妈嘞，我看这根本不是洋娃娃，是鬼娃娃，半秒阁会爬起来偷这物件。你哪当叫孤儿鬼娃娃？阿弟哟，阿贵公呀，你阿敢也袂晓？你都爱给恁老子安尼疼你心哦，唔知在做一个好爸爸。妈，卖讲啥物疼你心妈啦，伊做爸爸到今嘛，啥物代志哦，拢袂晓替伊拿走啦。参照换尿布啊、淋奶奶啊，阿个洗身躯啦，你都知影。为叔哦，这囡仔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。哎呀，为叔，你变哪会当安尼啦？较早哦，你细汉时阵，哇，靠不食奶奶。你妈的，卡拉拉半秒，我随白起泡奶尿你啉嘞，你妈成就爸呢这样个。吼，你某哦卡凉啦，你家己嘛较体贴嘞，乖婆囡啊，当年才才细只哦，就好抱的啦，比你以前较好带。哼，我爱托一个，我动动一个男子汉嘞，叫我抱迄个洋娃娃，敢袂用看啦？未免啊，当安尼讲啦，你细汉时爸嘛先来抱大奶奶，去抱。恁干妈即马是失踪哦，啊？
唔知你咧在咧甲你偷看，你若无好按哪爱停哦，你就再整我来讲。刘老师，你干嘛跑？安尼咩？安尼唔只差不多。我不用的，看起来我先把爱婷带走，跟安生唱这会，安尼才安全。唉，慢一步啊！哦，拜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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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喂，家己人你拢拢较早讲的啦。对啊，家己人歹讲，歹势来，甲你拍架呢，你头盖顶呢。小总裁派你两个来要创啥？我是奉小总裁的命令来保护爱婷小姐。保护爱婷？那爱婷也毋是个啥物人啊？保护伊要创啥？对啊，爱婷敢若是伊的客查某囝嘞，啊不是。出什么代志啊？看我需要保护。就是啊，你保护了唔对人啊！爱保护是阮三个啦。阮爱婷吼，若笑开时，你讲开无人赞伊会条啦，无人会你阿姨足安全啦。阮来来保护。坦白讲啦，因为爱婷小姐是客户总裁的客查某囝，阮总裁爱阮来甲伊顾条条的，看客户总裁是不是来找伊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若要订哦，互恁订啦吼。行行行行行，哦，等咱散步啦。哦。哎，来行，来散步哦，乖嘞，哦哟。太谢啦哈。散步啊，哦。小红军想要利用爱婷来找金兰，所以应该是要对爱婷狠抓才对。要不我今麦若甲爱婷有接触，小红军一定会找到我。我看目前也是卖经济活动。另外，再搁想办法通知爱婷离开。拍摄。我讨论做一招，头毛不是挂医疗费用。这摆什么年代啊？竟然够我随身来炸在手巾啊！你咧看起来西装笔挺，
真假扮的模样，敢会是？好，卖了我袂白讲啊。嘿，煞去煞去啦，落去就落去啊。伊若是超过伊，咱落来互你扣。啊，你去扣底给伊，伊若是来电话号码给你，你到时就赔袂离啊！我跟你讲。你是乌白讲啥？嘿，一条安尼摸起来骨溜骨溜，质感袂歹哦。我现在把个手位啊，你没到，我们做家护腕。有概念哦，不过你定定咧赢。好啊好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爱紧来，无等下吼迟到，比赛就无等来啦。啊，减一场哦，减赚一场咧，差不多啊，紧行紧行，无白付啊。行啦行啦，行啦。格斗场，你看这老练哦，赶紧赶紧，我带白虎啊！这皮面甲狗，你也非常的准。哎，哎呦，拍子拍子拍，拍子拍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赶紧赶紧，我带。啊，你是安怎啊？一来就要跟人冤家，你笑怕的哦？等下哦，我你拍到有诶，先起来报名，我带白虎。行啦，还佫看，好好啊！你是安怎？小可弟啊，啊，佮你个所在啊，新人哥呢？哇，真叫你骗！哎，麦姐，你确定无问题哦？安呐，我较早我那小拍鸡啊呢，咧格斗界我那小有名气，小钢蛋就是我，带我行哦，保证你马上拍出名。哎，啊你是啥物表情？拍这种无规则格斗界，毋是大河北较有利呢，迄是看下较惊人尔，都爱像我这种弹跳灵活，回身飞踢。哎，你别紧吧，哎。你汉操遐尼好，我人面都看，有经验，都会当做你的经纪人。我带你哦，保证你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成为格斗界一哥。哎，啊你唔是要赚钱，这就是一个上好、上紧的方法啦。我甲你保证，到迄个时阵哦，你的算钱算到手丢筋啦。算到手丢筋啦，我个加钱打会弄死。到迄个时阵哦，你有几啊十个使用名额咧算钱，啊都要需要你亲身落去算。哈，一哥，免，就算讲哦，算到手断去，我是坚持要家己算啊。只要我有钱，就袂向欺负，袂向看不起啊。不然，搁手讲哦，我是就老逼出来孙悟空，是这无厝无亲人，无过去嘛无未来啦。什么无未来？你的未来在倒？在家啦。我这个做兄弟替你带路，你一定有一条足大条的路，用新台币空出来路。好，我姐，这度我拼。这个贤哥是这度的老大，伊无你见伊千万人的，我先入来拍一下招呼，安尼比较较实的。我替你带一下哦，
骨头来，人搁你外口。你着影通讲啦，啊，咱也毋是头一工熟识啊。你周俊杰是啥物款卡车，我敢会毋知？袂啦，即届即个吼，绝对有动头，身体吼反应紧，体力偌赞的呢，连十几海吼拢胜伊胜袂倒呢。啊，上好是有动头啦。啊，顶届你介绍迄个，无到一分钟就去予战神 KO 啊，啊拍落去爬也袂起来啊，迄观众大家看甲胖闷叫啦。啊，美女敢若饮料馆啊，牵啊规个台顶拢嘛是。贤哥，你若安尼讲啦，迄天吼伊是老师，无伊嘛是真勇呢。啊，飞丁吼，你莫甲迄歹人旧社拢对我遮来啊，阮战神是要烧香个呢，毋是咧清粪扫个。当然袂啦，即边吼我有咧注意啦。咱袂去这么久啊！刚刚对方无想要见我，伊这边带来迄只，是阿姐看头要创啥？最后嘛是阮战神会赢嘛，啊，还无差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天狗战神足厉害的啦，一定会赢的啦。天狗，啊，听你的意思，恁是要拍架？讲话搞较杂杂的哦，你是还袂长脸哦？啊，甘一个冷嘴来我遮，问遮尔啊白目问题，你社会规矩你都唔知影呢？我是靠实力，海爷提钱，我咧拍计。哎呀，这个钱啊账，就是你带来的人哦。是啦，天哥，伊叫阿海啊，伊汉超好，吼、哦，上重要的是吼，伊甲人相骂。从来冇输过呢，你船顶一个拍火的船工，骨牙就碎开的啦。啊，汗臭是一般啦。头前你要安怎拍我唔管，重点是袂用搞伤到剑神。第三回合一定爱倒落。为啥？而且为啥规定我第三局一定爱倒来？我是咧惊哦，你唔知挡会过一局未啦？佫想要拍赢剑神，卖讲啊废话啦，要拍嘛一句话。只要你若两三手，互战神甲你扶起来滴水，迄观众看了是袂过瘾的。啊，我来试看卖。好啊啦，卖坐啦。哎，贤哥，你放心啦，红拍吼是阮阿海的强项啦。我咧保证，我一定吼将阿海当到上尾，观众看过瘾啦，我才叫你倒来。好。那是定金，出来拍煞才讲。行，到那看阵型准备了啦。是。好啊，莫客气啊。当然不是因为你动的，我早就给冰冻。哦，啊是要冰什么冻啦？有钱赚你就摕啊！啊，红点几句啊吼，也袂那几块吧。啊、你是要走去倒啦？你要带我来比赛，结果竟然是拍假。换一个角度想嘛，这嘛是难免的啊。你来想看卖啊，倒一个大明星，不是做跑龙套甲灵演做起的。哇，总比头一届伊就要要求做男主角啊。做倒一道，不是为基层做起。啊，你想要做格斗一哥，落去新立行做正经的肉店吗？咱练习过啊，惯习啊，将来才有机会真正一路甲人拼上赢。一步一步来啦，哦，人唔惊输啊，上惊一开始就无想要赢。我若要拍，我就一定要赢。我今日唔想要输，我才来。哦，我知影你有你的自尊，但是这是贤哥的所在啊。人咧讲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你着暂时先委屈一下，好无？将来哦，一定有你出头天的一天啦。哎，啊，无你是无相信我哟。我是你阿妈子的呢，你来讲，是啥人安尼万万代志拢无咧计较，天天到底，天天行到这？是你啊！过去这几个月啊，拢是你替我安排食的、穿的，还佫有大个所在。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还佫有朋友。我若无相信你，我是当相信啥？三伯兄弟，安尼就对啊。咱即卖只是来趁钱，趁钱是很解脱，人有钱哦。叫尊严，等咱钱赚够，再来讲尊严跟你相，你讲安尼好？怎么，你就当作咱是咧拍格斗，
咱是咧打工，打工啦吼。好啦好啦，行啦行啦吼，行行行，咱小坐吼。那不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小弟各位拢准备好要看战神大开杀戒未？那今仔日的战局充满了变数，一个是唔捌失败战神，另外一边是新兵的挑战者。这个新兵的挑战者伫咧将军线，会用讲是真有拍数，一个无名在亡命之徒，为着要将走路费来拼这条。那赢有奖金代表我，那输拼拼死路一条。您讲，伊爱拼无？比赛了，咪要来开始啊！即马我来介绍演员出场的对手，伊的身份暂时保密，咱就叫伊海上铁达尼号的海神十九。姐，嘿，我什么时阵变做海神啊？嗯，总比火神较好吧？管台较好，有钱台要紧啊。那你十九嘞，什么意思？就一个阵型啊，叫拍到对手的手里。你意思是讲我是第十九的就对啊？十九，手里袂歹，我看嘛永远无第二十。刷落去，就是我咱唔捌失败，正义的代表，英勇的化身，永远袂倒的战神。你会记哦，第一回合的时阵哦，出手还重，还猛，像一只爬呢。啊，你莫戆戆徛在后拍，知无？但是要注意，唔通拍着伤，拍白手了，白手。第二回合的时阵哦，你都要像一只斗犬，就讲哦，去拍个倒落去，你嘛是爱白行。第三回合，你就倒的，这场比赛都正经赢，安尼知无？你有听到？阿恁恁才有钱通去领啦！好，好，放我轻松，还有了解 ，OK 啦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
主。拍了，别拍了，休困一下，休困一下。带你来了，继续保持安尼，真精彩呢。辛苦，辛苦。行哦，看你叫阿行哦，成功较紧啊，娘炮！呀，打！你给我上娘炮！你给我上娘炮！爱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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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心。
恁这两个青仔仔，竟然敢来打我电话，存心要来乱我场面，是你的战神家己路。叶军官哦，恁的好看都一定会赢哟。我是去互赢着，我唔才会抓过。伊若真正有才调，假袂输我这条市场。我再讲，下家军失调。好啦，你勿都点点啦。失调？你拄则无摕我钱哦？啊，你唔是为了要赚钱？既然若敢要接你个工课哦，就莫假高尚啦！你那一个甲我舞落去，我了偌侪钱，你知无？还佫有啦，正是是阮头家上佮注重的呢。你即摆甲拍倒，我要来向头家交代。除非恁赔钱啦，把即个输的彩金拢补予我。啊，若无，我是要用伊一脚一手来赔。卡免吼，阿伯甚物阿娘阿狗的有样看样，拢来团我的场。苹果，你莫安尼啦，阮就是无钱才会来啊。就算你把我逼死啊，我嘛无钱害你。哈哈，安尼看你是要用一手啊一脚来赔，我嘛无意见啦。隆重入来，看你是要留脚是留手做纪念，我拢无意见。我知影你真敖拍，也毋过你更较敖拍，你嘛是一双拳头母尔。你敢有法度同齐把遮侪人拍倒？就算讲你有才调脱身，你敢有法度带这个笨手做伙走？动手！我退。哎呀，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一家一手呢？你给我点去！我有在听，你不要咧退行。你不是跟伊拍假拳？那我替你拍，即摆大家拢看好我，拢把钱抵在我身上。那后一回，我就故意放水，予你个战神赢，你唔做一届拢赔得来。哈哈哈，袂歹嘛，重情重义啊！好，我放伊煞，也毋过毋是一场，你爱白白替我拍五场啊，我赔一个够本。什么？拍五场？贤哥，啊你袂受伤哦？这叫做连本带利啦！若要行哦，行一个较彻底。啊，是讲你要用一脚一手来赔，我嘛无意见啦。好，你搞定。后礼拜，咱再见面。你是唔通是要搞闹跑啊？咱做安代就好，讲话算话。是要带你去赚钱的，搁唔若钱无赚着吼，都要害你拍后场比赛，实在对不起你。
拢怪哦，受过碰风啊啦，才去了才会找面了的啦。我这都捌钱，实在我落差的啦。一个三八的，你是外妈一个，我咧做应该啦。啊，不过你的阵型啊，有闲过咧做靠山，你个拍这么严重哦，我是烦恼，伊对你不利呢。万不利，伊是后边咧冲空，啊咧赛后波，你去拍这五场比赛，你足危险的呢。放心啦，我的命真硬啦，连海龙王都唔敢收我啦。是讲吼，过去才几个月啊，好佳哉有你这马子吼，安尼甲我斗相共。安若无参照我，无亲无情，啥拢无啥愿意参我。会当讲啦，我这条命哦，半条命是你甲我捡转来，我无听你到底，我会当安怎？啊！你是咧哭啥？我咧足感动的，阮老母哦，拢无像你对我遐尼好。好啊啦，卖有讲恁妈啦。上无你爱想讲哦，你跟我妈妈会当黏你，你会当较友好。无亲像我，我连阮妈生做啥物款，我家己有亲人无，我家己都唔知啊。我那亲像是一个无过去嘛无未来的人，啥拢袂记。就是因为安尼，你定家保住你家己啊！万一你若是有一角向阳收起来，啊，你用拍到长脚、长手、再飞啊！啊，我想要对你厝内人交代啊！是我知要创啥啦？就算讲无亲人，又该安怎？未得咯，较早代志放袂记就放袂记啦，安尼过得较轻松啦。咱做人就要向前看，你讲对吧？你讲是无唔对啦。哎，我看咱是卖多啊。一抓出去哦，咱就莫转来。迄五场比赛，着郑成功去拍，这是韩国的场啊。规定迄是因家的代志，莫插伊啦。其实你安讲毛道理吼？有影哦，安尼讲你是答应啦？答应你的头啦。哎，咱做人哦，还是爱脚踏实地较重要啦。而且哦，咱出海是为着要生活呢。那我想，我海神呢，才五场，你还是惊啥？好，紧动动的。我实在足烦恼，太神了，唉。哎，裴青，你来啊？哎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马上，马上。OK， 我来看车。稍等一下吼，有一个人家指定要坐你的车，十分钟后就到。哦，你无简单嘞，才来三个月，就人指定要坐你的车，表示你做得袂歹哦。头家，多谢你啦，是你甲我斗相共。你看下敢若足忝哦，站了搁咧半世纪多。哎，你是爱开车哦，暗时爱画图，有当时还搁咧工地兼差，你身体敢会堪住？哎，那你放心啦，我搁少年，无趁少年时阵拼，要啥物时阵拼？唉，千算万算哦，唔值得听一句话。一个开运集团的代志名，就改对一个设计师，应该无人敢请。无要紧，恁爸唔惊，英雄家出身家，只要你肯打拼吼，无人压你下倒啦。头家，多谢你甲带三工啊。啊对了，人客要来啊，我先甲车检查一下，开车较安全。好，你去问，你去问。Thank you.
加阮公司还阁有真侪真好诶司机，我替你另外叫车。我拢上车，你嘛爱做生理，敢着安尼拒绝我？我倒是无想要做你诶生理，假使你无欢喜，你会当向我诶头家投诉，我无意见。你敢有需要安尼？我知影你诶不甘一无，所以我要负真大诶责任，会当讲拢是我害诶。啊，毋过我毋是超工诶啊，你敢会当给我一个关心你、弥补你诶机会？我需要。你明明就足需要诶。啊，若无你嘛袂沦落到去开客人车过生活。你是一个人才，你需要是一个会当发挥的工课。我会当替你介绍头路，会当帮助你创业。卖讲别项，至少薪水要比即马较悬啊。我是真欠钱无唔对，也毋过我绝对袂去贪咧，互我良心不安的钱。小姐，以你的身份地位，你应该是坐高级轿车，有司机来接你。你无需要来只叫我的车糟蹋我。我是希望你会当接受我的好意。你安尼一直想骗我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拢三个月啊，就算你搁较生气，嘛应该会气消啊。到时我答辩找你，就随时头路离开，把我当作是瘟神同款啊。既然你知道我一直咧想骗你，谁让你一直要来找我？我拜托你，假使你真正要甲我斗三工，你就莫来搅扰我。我真正无想要甲你甲小家搁有任何交缠。我等你袂赢，我想骗总会赢的吧？讲到底，你还是认为合作人的代志我知影。你是认为我是超工在陷害你的？莫讲这啊，这已经无重要啊。请你落车，请你落车。我甲你无同款，我的时间真宝贵，我是靠时间赚钱的人。我请你莫来搅扰我，莫耽误我的时间会用的话。我走，你唔落车，那你我落车。为滴，我唔是头一间换工作。我落车，我落车就是啊嘛。有啥物代志？你阁好意思问我？你袂记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啊？吼！我当然会记的啊！今日是万方集团台湾总部成立的记者会。还阁会记的嘛？我了解你已经伫外口耍到啥物代志都袂记了了啊！林哥已经来啦，这几个月成立总部的代志都是你伫负责的。即摆要开幕，你这个负责人无伫遮，敢会用的？好，我随过。收起来，等下等下，好帅也系啦。等下日头拿出来哦，你无下拍日头啦，日头晕。爸，
你看现场敢有任何人压风扇了？而且准讲，我连这种日头无法度适应，我是要搬倒来台湾住。澳洲日头，无法度跟台湾比啦，雨伞是硬的啦。啊，我坚持。小弟，小贝，多谢你啊！没啥，不要紧。今麦得用热烈掌声欢迎万方集团的总裁方黑龙、执行长方小组，周辉伟让万方集团台湾总部进行剪彩 ，King 九万方集团亚洲业务建立杰新的里程碑。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来到现场。今仔日啊，是万方集团伫台湾成立亚洲总部的好日子。我嘛趁这个机会哦，甲大家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后生，也是亚洲总部的执行长方小祖。另外要介绍的是这位，伊是我第二个查某囝，方小飞，伊是亚洲区总部负责业务开发的副总。对，即摆开始咧，阮伫个亚洲区的业务，还佫有投资，都交予因两个人负责。咱以后的目标是希望。在5年内，会当买到5间以上的大公司，重新改造了后才卖出去。希望替万方获利会当增加1倍以上，嘛趁这个机会咧，会当进军亚洲区的房地产的市场。阳光方执行长健康方面有问题，所以立即低调，改当请彭总裁说明。台湾新中医疗真进步，是不是嘛？拍算要做这方面的医治？是嘞，这跟万方集团的投资啊，佮有经验无关系。多谢。方执行长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总裁还是决定让他接班吗？你是倒一间电视台？既然各位对我的健康这么关心，那就由我自己亲身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不对，确实，我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目前还有法控制，但不过无法完全医治好势。我的身体跟你一般的人无法比，免得受过晒日头，也免得受过痛。啊，不过嘛，因为安尼，予我会当专心踮在公司内面处理公司的代志。今日阮万方集团会当有这么大的成就，首先，我爱感谢我的爸爸，我嘛更加爱感谢我的心脏病。所以嘛，希望各位爱对我的健康有信心，更加爱对我的经营有信心。多谢各位。
小主，你完了不？好，这都是你放的，咱交出来。总裁，司令，总裁，你是在做什么事？过节跑得过未好势，但是将小主吓惊着，你敢承担得起？明仔，别搁在上班啦。爸，有必要为着这些代志，就甲王刚开导。执行长，歹势啊，我知我唔对啊，歹势啊。为这些干袂用的，你以后哦，别在我的面头前出现。爸，这拢是记者，今仔个人处理，干那让因哦乌白乱写的空间尔，拜托。你给我骑车送啦，紧走啦！是，总裁。想要替报伫个办公室啊！这个月间是为教室的拍卖会标着的，你讲真久迄支，我替你标着啊，你有介意无？办公室的后壁是一间秘密的房间，是要你休困用的，内面啥物拢有，你的急救包嘛伫个内面。万一临时需要医生，买到为另外一边紧急通道送去病院。辛苦你了，多谢。只要够不安逸，够较辛苦嘛，有计担。爸，你的办公室伫咧另外一边，敢有需要出来去参观？你早起是走去倒？开无代志，交你负责。你搁向我遮来，你唔惊遐记者会安怎写哟？爸，是的，后回我会注意。还够后回？人的成功哦，是爱不断的打拼，但是失败咧。只要一届也无注意，你家己讲，你甲汉生的情形安怎？那我安怎？就安尼啊。三个月前，几样代志了后，你就归去，搬离开小家去住饭店。这是你家己的婚姻咧，你讲你无要无紧，就是因为安尼啦，小汉生啊，才光明正大，甲迄查某。大周会够有心啊！你方小飞哦，我爱伫这民主，哪里我爱民主嘞？恁个个民主嘞？爸，你真难一个有心啊！刚刚我叫伊把囡仔提掉，观音集团出代志，啊，这个错乱精灵贵心，啊，竟失踪，小汉生甲李正南包出去住，我无包去本娘住，我个会当安怎啊？你个有话通讲，我早就知影，你根本就袂交代。当初时哦，就应该交予你阿姊啊，甚至讲哦，遐尼重要两家联姻哦，唔应该交予你阿姊来处理。爸，为着这个联姻，我嘛付出真大个代价，好不好？今日是小家对不起我，唔是我对不起小家。不管是啥物人对不起啥物人，你无将代志处理好势，就是你唔对，我也是结果，是过程。我对你有偌济困难甲无奈，我一点仔都无兴趣。我今嘛已经来到家，恁哥嘛来啊！万方集团要伫台湾成立总部，上重要就是名声。你私人的代志无处理好势，那是记者知影，乌白写。恁哥以后是要哪甲咱讲生理啦？你无爱伫这民主，恁哥袂当啊！你安尼讲无公平，我嘛无想要失民主。我回来台湾这几个月。恁敢有人问我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受偌济委屈，吞偌济目屎，那恁敢阁算是一家人？你即卖是安怎？是咧甲我抗议吗？我唔敢，我只是希望爸少替我想者。
你重男轻女不要紧，你为着各位心脏病，为着今日唯一后生随时会离开你，你要我做啥物牺牲我拢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今日当麦办韩代志，拢责备我，拢怪我。我唔敢硬爸爸，珍惜我亲像珍惜各位同款。啊，不过为着本家，我尽力啊，我尽力啊，你知无？我啦，别讲啊。我啥也袂当讲，碰到是我忍耐，我吞忍。啊，不过我爱你知影，我甚至爱各位听清楚。每一个查囡拢有家己的梦想，对爱情拢有期待，拢有憧憬。我为着帮助哥，为着帮助规个家族会当发展搁较好，只要爸甲哥知影我的付出，安尼我就有价值啦。啊，不过想袂到我安尼做，你还是无满意。你甲点伊，叫你莫搁讲啊！你是无听的哦。我要讲，我要把我现在所有委屈啊，搁想法拢讲出来，我要讲。我只不过是讲你两句尔，你敢需要讲我一个大道理？你明明就知影。恁哥今日楼脚去有跑客惊着，伊搁伫遐讲东讲西讲袂煞，叫你莫讲，你搁无听，你敢无考虑到恁哥身体？卡厝毋是哥有伫个，爸已经出手拍我，是安那白白死死的，查甫甲查某差遐尼济。爸，你莫安尼啊！小主，你无代志哦。好啊，也袂得好啊。到时候替你叫医生，你面色就歹呢。我还是叫医生好啦，吼。讲无代志就无代志啊。拢是你啦，你若真正要紧你个身体哦，你的心脏、你甲汉生的代志处理好势，唔是只个应出应进啦。对，拢是怪唔对，是的，我会想办法处理，安尼会用忍袂。小主啊，歹势啦，无应该啊，伫你的面头前，甲上辈讲起来，拄则若毋是你伫遮，我真正是个巴佬。唉，也毋过，我惊小辈啊，会认为讲我甲怕，是因为你。小主啊，我是伫保护你，你知影啦，吼。我想要跟你讲，小坤姐，我听嘛。好啦，你好好休困一下啦。若是有啥物需要啊，卡台山好啊，我伫我的办公室。不是结果对吧？安怎？讲啥？战神去用拍败啊？真有可能啊？战神不是上老爸？哦，头家啊，你讲起来话头长啦，啊嘛不知对倒位补一块钱啊，怎出来啊？你叫啥名？敢那是叫阿海啦，啊是一个鱼工啊，啊嘛无啥物拍拳的技术啦。啊！不过真有力，真会拍到死啊啦！一个鱼缸，我都拍败战神。
这比赛什么时阵？是后礼拜啦，啊，伊即马先带渔船出去啊，啊，阮讲好啊，后礼拜一定开战。好，爱记得通知我，我想要去现场看卖。头家，啊，你真正要过来哦？哇，啊，我一直叫你头家吼，敢若听过你的声啦，啊，毋捌看过你的人啊，啊，你生做啥款我也毋知啊。我伫咧想讲吼，啊，你会叫我开这地下格斗场，啊，你人一定生啊足勇壮的啦。规身躯拢是咧肌肉的猛男啊！吼、哦，我真足期待吼、哦，甲你见面的。欸、啊，真侪人拢听讲吼，迄凡世你本身就是咧职业比赛常胜军啊，格斗天王呢。一个鱼缸竟然我都怕白战神。啊嗨！小姐，什么飞机到？送我去机场。好。妈，什么代志？你无到你去，哪样呢啊？爸，我知影，你搁早转去旧厝啊啦。你徛伫遐嘛有袂忍当，我马上转去接你，你等我。小姐，真歹势，我厝有重要代志，赶转去处理，麻烦你叫别人请我。你哪安尼啊？我伫赶时间呢。歹势歹势，我真有重要代志要处理啦，歹势歹势。拍摄拍摄拍摄啊！嗯，你都是阮家的锁匙，哪会拍袂开啊？哎呦，哪奇怪！无唔对啊！啊，这是阮家嘞，锁匙嘛即关，敢会锁坏去啊？肯定锁坏去啊！嘿，哪会阁是你啊？拜托，莫过来撬阮家的门好无？你讲啥？这恁家？对啊。你啥？这明明就是阮家，哪会是恁家？拜托的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几落摆啊，恁已经搬走几落个月啊，这已经不是恁家啊啦。拜托，莫再来啊啦！来啦！你这人哪安尼哈？这明明就是阮家，你顶多把门锁下，无要好入来。谁嘛谁？哎，谁嘛谁？放开啦！朋友，朋友，你来开门啦！朋友，哎，你是好汉未啊？我是在你有病的，我你莫想去吵架哦。我含你讲袂通啦，我要找我的太太外兄，你莫甲我动手啦！朋友，朋友，你莫进来开门！朋友啊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！我已经来讲过几啊摆，你已经无在伫遮啦。啊！你卖投机，我要找我太太管用啦。明太太已经无伫遐啦，你啊出去啦，出去啦！爸，爸，爸，你安怎无？天晴，天晴，你来遐拄好，你看这个人吼，有够恶质的啦，唔通要要我紧，佮咱走八条条，紧来报警。叫警察来两百人，紧紧去啦！爸，紧来紧来，你别紧张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安林姐，真歹势，阮爸病阁发作啊，歹势歹势。郭姐，我知影恁老爸有病啊，唔是我不爱体谅伊啊，伊安三两工走来这乱哦，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，你知影？拜托你甲顾好，啊，若无后摆我一定报警。真实的，我知影啦，真歹势，造成你的不便甲困扰，歹势歹势。好。爸，天成，你搁把门关起来啦？迄难道呢？你无讲要报警吗？
今日叫伊把门拍开，恁妈妈搁伫内底啦。爸，这已经不是咱家啊，咱搬厝啊，你袂记啊？啊，咱搬厝啊？遐不是咱家啊？啊，那安尼，咱家即马伫倒？爸，我叫带你回去。爸，你是安怎样？就拄只跋去倒，脚敢若崴着，走路会疼。爸，我请你头前，我甲你用爱啦。唔啦，你若甲我爱，人若看到，会甲我笑。袂啦，莫笑啦。我是你的后生，你是我的爸爸呢。我甲你爱得真正常啊，有啥物通好笑的？哎，爸，来，起。我，谢你。我做重的吼，无我家己落去行就好啊，好无？爸，你一点拢袂当，你甲我生遮灵勇哦，我感觉甲你安尼足轻松的呢，你免烦恼啦。哎，你敢过会记？我细汉时阵哦，你常常安尼甲我安呢，安尼死过算。我当然嘛会记你啊，但迄个时阵哦，你不是嘛叫我安你？啊，有时阵又搁坐到我的脚脚边，是一种叫做什么？骑马打仗。哈哈哈！对啦，还佫有一摆啦。我带你去儿童乐园耍吼，啊，咱看到人咧飞车游行，你讲你看袂到。哎，迄个时阵你坐到位要囡仔头起来，对无？哈哈。迄个时我是囡仔，有爸爸妈妈陪伫我身躯边，我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想要创啥就创啥，是我一世人上快乐的时阵。对啦，天星，我感觉。最近拢无看到恁妈妈，还佮有恁姐姐，我好亲像嘛足久无看到伊啊。爸，你袂记啊？昨晚你才记得阿姊的，阿姊今仔日上班啦，较晚才会倒来。暗时要睏的时阵，突然看到阿姊啊，阿奶妈，妈已经走啊，外乡无伫咧啊。我想不起来啊！对啦，我想起来啊，我想出意外，已经往生啊，我那个厝嘛卖掉啊，我搁得到老人痴呆症，我拄只是咪走去咱以前迄个街，阿咧共乱。是的啦，先生，这段时间让你做辛苦的，为着要饲咱这个家，害你一个人兼滚人份的工课，还佫害你替我处理一挂有诶无诶代志。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是你后生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家狗，哎，我给你绑来啊！哦，谢你。哎，先生啊，啊，你车当时太做黄色的，啊，那不是和计程车同款啊？爸，我这摆检查计程车，你袂记啊？来啦，我送你回去。咱真正要回去厝？对啊，爸，咱这摆住的所在。虽然无以前遐尼大，也毋过至少咱一家伙啊拢住做伙，安尼就够希望啊！来，坐下。顺利顺利啊！来，坐好。哎，计程车，快停啊！嘉宏，天雪，天雪。
啊，你的车？我即马咧塞计程车啦。哦，之前正人甲我讲过，恁爸爸出代志，啊，佮恁爸爸破病啊，啊，你爸爸伊够要紧啊？伊的病情是好是歹啦，也无要因控制。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要赶去病院看正南啊。去病院看正南？正南是安怎样？伊是毋是啊？是啊，啊，不过伊是因为意外才会走散。因为意外走散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今妈妈无法度甲你讲清楚，我今日去病院啊。嘉宏，无安尼啦，你先去病院，我先送我爸转去，我再去病院看正南。好，那恁我先来走。先生，我阁记起，你都已经甲我讲几啊遍，咱搬来遮，偏偏我这个头壳吼，讲袂记就袂记哩。你嘛知自己消耗，叫我第六袋啊，偏偏我嘛第六袂记，无头神啦，袂记摕出来看。爸，袂要紧啦，这毋是啥要紧的代志啦，你莫放在心上。你脚感觉安怎？是毋是疼呀？我摕药酒给你暖暖，好。都有野味啊！我煮面给你吃好不好？你无问无代志，你还一个问哦？我真正感觉巴肚枵呢。我亲像从夜仔到即摆，我无食物件。对了，恁这只夜仔时阵哦，有穿上我嘛要好我。结果我一个无细里车倒去，嘛袂记你有请我。真无清啊！我即马出来叫。哎呀，免啦，等我清就好啦。你脚老着，袂当用凊彩行路啦。我休困者。我是有够无路用。我咧拖累子孙，若要归去，我去向你妈妈做伴。爸，你哪里袂讲话啦？我敢有讲唔对？恁这一个人上班，还搁只好啊？啊你嘞，规工不用在外面赚钱，搁去看回心。我一家之主，永远无代志。啊，无才调来恁斗相共无当紧，顶多搁拖累恁。我真正是无路用，有够该死的。爸，你别了别想啦，搁较困难的代志。搁较艰困的环境，咱拢经历过啊！这几个月咱嘛是安尼过来啊！你唔通死只爱有信心，我拢就需要你，只要咱一家会当平平安安住做伙就好啊！你是咱这个家一家之主，是阮的精神支柱，你知无？爸，林静，林静。好好嘞，恁姐讲要传早顿给我吃，慢慢做好啊呗。你看系伫倒，我正要巴肚枵，进来。爸，我马上做好你吃啦。我带袂看正南，要不我来打电话叫阿姊紧回来。嗯。外面天气冷，会记叫你妈妈加套一件外套，较免去感冒。
阮是小总裁派来，毋是来找麻烦的啦。啊，小总裁派恁两个来要创啥？我是奉小总裁的命令来报爱婷小姐。嗯，就算讲干爹为着要找到干妈，派伊的手下来监视爱婷，那安尼应该是暗中进行才对啊，无需要讲互判嘛。伊即马讲到白师傅，互全世界拢知影。我感觉这内底哦，一定有问题啦，无像就干爹讲的表面上安尼啊单纯的。爱婷的手机啊，敢讲是干妈卡来？代志已经别讲，今仔甲爸爸见面，爸爸要安排你甲汉生做伙出国，老地方见。啊？代志别讲啊！爸讲的是倒一件代志啊？敢讲是一家四口迄个秘密？啊，可能是啦。要若无，伊敢有需要遐尼啊着急，要安排爱婷甲汉生出国呢？若真正是安尼，我手头的秘密都毋是秘密啦。不是秘密的秘密，还有什么路用？别再想了，马上采取行动，无迪卡还有机会逆转胜。因你知影咱要找伊，所以避起来。顾金兰嘞？是的，吴总裁也是同款无消息。你即马叫伊啥？你敢有迄个资格通做副总裁？哎，干爹，你是来创啥？无啦，我是听讲干爹哦，你四个月在找阮丈人爸，啊，所以我来遮哦，看你敢有需要，我来甲你斗相共。除非你知影林凤山的下落，影若无，你凭对一支手甲斗相共。哼，虽然我唔知影林凤山伫咧倒位，也毋过我知影伊一个天大的秘密咯。干爹，歹势啦，我袂记吼你的个性较急，那呢，我就卖吊你的胃口。干爹，你敢会记得我有讲过一家四口这件代志啊？大概吼，我讲到一家四口这四个字，林鸿山甲邱金兰拢会乖乖听我的话。迄是因为啦，我所讲的一家四口吼，就是林鸿山、邱金兰、萧汉生，还佮有林爱婷啦。因四个人吼，才是真真正正的爸爸妈妈、哥哥甲妹妹哦。干爹，你唔相信哦？你若唔相信，我有证据。我摕你看，你就知我无骗你啊啦。来，这就是当初因一家四口相认的画面啊啦。你哪会搁甲我拍啦？我是冒着性命危险来这报这消息，互你知影呢。若是互伊死的人哦，其中一个人知影，伊拢要挃我的性命啦。啊，结果你拢无甲我说多声，等到甲我说两个嘴皮，安尼真正无够意思啦。我问你咧，你这影片当时录的，是啊，你无随走来甲我讲。干爹啊，拄则我已经讲过啊，林鸿山哦，伊要挃我的命。啊，你都唔惊我挃你的命？我甲你讲。我若抓无到那两个未晓见笑的狗男女，我就抓你来做替死鬼。原来干爹真正知影，才要抓林鸿山，一时我唔就家己来送死。
柯金兰甲林凤山甲当作戆人骗我替伊饲囝，栽培伊的囝做消息集团的接班人。你老早就知影，你是安那歪甲讲？你看我做乌龟替人饲囝，你真欢喜唔？这段时间你是不是笑到规个嘴啊？李西西，无啦，干爹，你误会啦。我绝对吼无看你的笑话，我电脑替你感觉着唔值啦。你搁演啊？我看你会当演偌久？无啦，干爹，我是真心的啦，我是真心替你感觉着悲哀啊。悲哀？你是安尼看我的？阿亮。快点快点，别搁拍，我知道我唔对啦，你叫伊自首啦，我知影梁山伫咧倒位啦，你若是甲我拍死哦，梁山就走起啊啦。阿亮，你若敢甲我骗，你就知死。干爹啊，我无骗你啦。我知影今仔日吼，林鸿山有传简讯给艾婷啦。因讲吼，两个人要见面。你若是派人吼对着艾婷的身躯比，一定抓到林鸿山啦。爱婷一定有将军派的人监视着的，安尼我是两种送伊出国。乖乖哦，你从来唔捌坐飞轮机着无？坐飞轮机哦，足好耍的哦。阿公有讲哦，要带咱做伙去出国。有汉山阿姑、正南阿静，阿哥有小王子哦，是个哦，会足热闹、足好耍的。你有欢喜无啊？奇怪，阿公咧？阿公哪袂来啊？总裁，敢会林鸿山知影咱的群众林爱婷，所以唔敢出现。这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林鸿山那个人哦，本来就足干巧的啊，伊偷人的某仔三十年嘞，做代志哦，当然嘛较顺利。无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一定是干爹你的手下哦，去让林鸿山发现了啦，伊才唔敢出来啦。啊，即嘛是要安怎嘞？伊无爱出来，要安怎抓人啊？点点啦，你无讲话，无人把你当作是黑狗。进行第二波计划。哎呦，爸哪这尼啊慢啦？我巴肚枵，要食奶奶啊呢。你什么海婷？哎，爸！你囡仔，你是一个娃娃，一个洋娃娃尔。什么？
爱婷，爸，拜托你，你赶紧清醒起来好不？这是一个洋娃娃，这不是你的囡仔。你的囡仔未出世的时阵就无去啊！你根本无囡仔，你无囡仔。你何必讲？你何必讲？这是我的囡仔，这是我的孤儿，是我的孤儿。爱婷，爱婷，你听爸讲，爱婷。你看，妈，妈，你老话安尼？我唔对，因为爸爸死了，所以爸爸受伤，爸爸会老火。啊，不过你即马看这个娃娃，伊的脚断去啊，伊敢有老火？你看伊敢有老火？阿哥，你望你家己面，你伤心，你艰苦，你会哭，你会流目屎，爸爸妈同款。啊，不过这个娃娃。你怎么这么疼，这么艰苦的？你敢有哭？敢有流目屎？阿弟，爸爸知道你过了真辛苦，你本身也不爱你，甚至一直在利用你。今晚伊真爱你，嘛真疼惜你，也不过伊无多跟你惜你，这一切拢是阮害你。阮害你无法度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你希望拥有一个家己的家庭，会去做一个好妈妈。阿不爱你，你也知影，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有一寡无奈甲遗憾，所以爱你失去这个囡仔，你也接受。你本身伊不爱你，你也认清这个事实，你要你的人生会去继续落去。看你变个安尼，真正足唔甘，我足烦恼，足艰苦，你知无？爱婷，爸，我知呀，其实我拢知呀，你摕枕头来陪我。你得要我娃来好我，我拢知呀。啊，不过我就是不愿意面对。我甲阮家族，我的囡仔搁伫个，至少阮是会陪我搬去，阮公婆嘛会陪我搬去。咱一家人都会当成就是一家伙啊！爸，我足惊，我真正足惊，我足惊，我足惊，我若是承认我家己失去因啊，就无人会搁爱我，就无人要找我。你若有这款的想法，不管安怎，还阁有爸爸伫个啊！你本身伊无爱你，还阁有别人会爱你。伊是个这么乖巧、这么水的查某囡仔，你不应该过这种不幸的生活。啊，不过，我拢已经给你温馨一个话啊，糟蹋到安尼，我感觉有希望，我感觉有。当然我，我查某囝，你当然我。啊，别搁哭，别搁艰苦。爱记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至少要爸爸伫，爸爸伫在哦。
你唔拿我做乌龟做三十年，还佫甲邱金兰生一对双生仔来糟蹋我，我堂堂一个消息集团的大总裁，人生却变成一场笑话。林鸿山，你的人生真圆满，有一个爱你的邱金兰，有后生，有查某囝，一百分。但是我呢，我白白替你饲后生饲二十多年。赶快让开！放我的爱情！高站长，你到底要哪？艾婷，你们快，我爸给你处理。你要处理，你是要处理啥？是我来处理你这个笨手。你个臭头啦！看你偌贤走，你敢耍断人的母子，你就要敢担当。小红棍，你想讲你即卖人真多，你讲话得红声声。你讲我臭头啦！你利用艾婷利用阮爸仔的亲情来对付我，你这种手段敢有光明正大啊？你带金兰。结果你无好好对待，甚至家己双脚打双船，所以金兰才会反背你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卖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你就是无才调，所以你怕你的母子来出去，所以你唔但是臭孙啊，你根本是虐待母子的大变态。上至少我所做拢是合法的，啊你咧？你啥人歹叫高金兰甲我离婚？是安怎要偷来暗去？叫你的爱人甲我困同床，叫你的囝叫我爸爸。你让我抓奸在床的时阵，你是安怎乖乖给我拍？你还搁目睭金金看恁阿叔，替你咧洗门风。你字无偌重，千万人讲袂振动。你若真正有理，你就袂徛点点踮只我拍算的，完全无含糊。你真正就是你讲的真有道理些。你开嘴阿嘴所讲的道理，讲较白，是你小红军家己讲家己顶的道理。你用你的财富、你的权势，你去欺负别人、伤害别人，所以莫讲千万人，就算讲是全世界的人，嘛同款讲袂顶当。因为你所讲的道理，拢是你家己讲家己尊崇。讲到尾啊，你根本就是强词夺理。我是倒遐咧强词夺理。我老早就要甲柯建南离婚，那是伊唔肯。卡输因啊！卡早跟我离婚的，伊要跟什么人斗阵，拢掺我无地带。既然一个化疗箱是我的某，伊就袂用你做出你款袂用见笑的代志。是真哩阿爸，一个无愿意继续爱你，无爱跟你有任何牵连的孤精灵，因为要跟你划清界线。你为着顾虑你家己的面子，所以捡伊的心啊，你想尽办法跟伊为难，无到尾才发生代志来死去。小红军，你这款的人，你知影什么是爱？我唔对，竟然你法律上是你害我母亲，也毋过你根本毋捌甲伊爱过，毋捌甲伊疼惜，就做自己追求伊家己的幸福。你免讲甲遐好听，你根本就是想要靠一个查某人发达的黄孙啊！也若无，你是安怎袂甲柯金兰带走？莫怪柯金兰声声告告要挃我消息集团一半的财产，迄一定是你家的点。你嘛袂讲，我要求过金兰真济遍。计也甲你离婚，倒来甲我一家团圆。也毋过因为你对伊伤过超过，伊家欺负我伤忝，所以才认为讲应该摕到，应该摕到。实在你安怎讲，等你讲有够开了后，你的嘴子就好当堵起来饲鱼啊，甲人带走。你要做啥？卖了阮爸，我拜托你，小总裁，我求你啊！救救！救救！哎呀，你看你这个，你给我回来，你他妈出大事哦！啊！我等一下，你爱过去。你敢教啊？你唔知死完，你要让你爸陪葬哦。爸，小军，你做鬼也是我，伤害你的人也是我。我有条陈玉珠，你莫看到我查某囝，啊，若无我做鬼嘛袂帮你煞。我无你遐小人，咱这代恩怨咱家己清。
我绝对袂去为难后一代。三哥，你莫去吧，阿婆，我绝对去报警，我会叫人把你抓起来，你有听着无？阿弟，你乖，我听爸的话，这个代志我爸给你处理妥啊。我爸，妈，爸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恁爸爸，让伊知影抢人的母子要付出偌大的代价。你若想要甲伊相识，就要趁钱啊。你对来点做？我不是你小阿姨。你放心，我讲过，我绝对不会为难伊。刘文兴，去开车，把你的某抓回来。人啊，走！刘文兴，我照顾阿弟，机场去陪，你听见无？你听见无？这扫把星哦是早够烦的啦，白英啊，我来倒来看麦，看干爹甲刘洪山带去倒位，到时阵干妈来问我，我咪当讨一点好处啊。老板，我来送你了啦。不行，阿婷呢？你有带去朋友？你有好好照顾无？哎呦，爸，你这么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呢，还搁在烦恼阿婷哦？你放心啦，伊啊非常好好，在我的车顶困啦。是讲哦，万一你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安尼我甲阿婷做事实，无来送你哦，安尼就无够意思安尼。所以啊，我来送你啦，一路顺风啊！哎，爸。当初咱两人讲好要报仇的秘密哦，我啥物拢无讲哦，是你家己迄个后生哦讲出来啦。安尼算起来，我不欠你啥物呢。啊，你要替我报仇的秘密，等干爹哦送你上山头了后，就算讲你讲出来，也无人听得到。哦，不是哦，应该是听袂到啊。哎，爸，你这世人哦也唔捌遐尔浪费哦。江坤。你若要替我这条性命做你替去，我有这个唔正囝，底下公家回来侮辱我。三十年啊，三十年的欺骗甲侮辱，我安尼对待你已经对你真好啊。我甲你讲，死神我已经替你看好啊。明下晡六点半，海水会慢慢啊淹起来，等海水淹到你的嘴下，你鼻孔还阁会当喘气。等海水若淹到你的鼻孔，我就唔知影你要想什么方法来活落去。爸，虽然哦我是你的囝婿，也毋过这件代志哦是干爹较委屈的。就算我你即马死甲真歹看，迄嘛是你的报应。你放心，等我找到苦金兰了后，我会送伊去阴司地府甲你团圆，好阎罗王来审判恁这对奸夫淫妇。这个苦金兰，看到的心也会天影变成安尼，伊敢有可能敢唔出来？